开学了，我家七个女儿特别爱吃盐焗手撕鸡，但我从不去外面买，因为自己在家做真的太简单了。十块钱买了三个新鲜鸡腿，用开水烫一下，吃起来皮会更脆。倒一包盐焗鸡粉，吃了四五家，还是他家好吃。倒一勺食用油，爱干净的姐妹左手戴上手套，涂抹均匀。我已经连续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了，一直没得到您的小红心，这个视频就麻烦您点个免费的小红心支持一下吧，非常的感谢。腌制十分钟。重点来了，盘子里扣个碗，放入腌好的鸡腿，有条件的来几片姜，水开上锅蒸20分钟，蒸熟后取出鸡腿，把碗拿掉后就得到一碗精华鸡汤，放凉后撕成小块，加蒜末、小米辣、葱段、香菜、黑芝麻、花生米，倒入蒸盘里的鸡汤，抓拌均匀即可开吃，咸香嫩滑，真的特别好吃。